家好，我们现在是在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现场直播。今天晚上的直播呢，将由六位新人王联袂出战，为新一年中国搏击开好局。我是韩燕，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。大家好，我是蔡志贤。今天大家看到的第一场比赛是男子63公斤级的超级战。红方选手来自新武创新搏击俱乐部的朱帅，蓝方选手是来自西班牙的塞德里克。是的，那这个塞德里克啊，他就是美丽死神的高徒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朱帅也是封印死神的高徒。是的，朱帅是今天第一位出战的新人王，他是2016年 WLF 60公斤级的新人王。这场比赛我觉得两个团队比较有意思。朱帅这边的团队呢是备战的比较充分。是。而西班牙的塞德里克的团队那边，蔡老师也有做过采访啊。他们是本着第一局就 KO 朱帅这样的一个战术来的哈。对的。太漂亮了。这个因为呢上一场比赛也是一个朱帅，这是第一回合就 TKO 了法布里。我们再赶快介绍一下美丽死神好了，大家关注的都是美丽死神。美丽死神呢在昨天跟我们的制片人于雷有吃过饭开过会了，表明要参赛武林风的意愿，就是美丽死神。但是呢我们中方有谁能够跟美丽死神来打呢？还要再集思广益一下。对，那朱帅太帅了，之前其实他从3年前拳法就很好，所以他能够击倒对手啊并不是侥幸的。对，我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赛德里克块头大，但是呢朱帅但拳法贯穿力够。对，他可能后悔了，旁边坐的是个汪科涵，也是那个美丽死神的弟子。哇，好像他们赛前呢他们都不看视频的，他觉得他们能够打败这个中方的运动员。其实我觉得哈，通过刚刚的这个比赛，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些轻敌了。对，朱帅虽然是新人，但是绝对是有实力的，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容易的在第一局就能够 KO。 是啊，因为过去这个塞德里克啊这仗他只有大他不怕对方，结果呢今天其实朱帅啊让我真的非常意外。第一回合我没想到比赛会这么快结束，所以说备战充分是有必要的。是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就打了一面，完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回放。是。好。后手拳，这个是跟对手的换拳了。朱帅的肌肉虽然没有对方大，但是你看拳法那个破坏力让对手站不起来。对，好吧，等他师父美丽死神来报仇。现在宣布比赛结果，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03秒，红方 TKO 对手，比赛结果红方胜，两分五。